来把王吧，给兄弟们整把王吧。这一把我们得看看去哪赶客啊。上中下都还可以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要被盲僧反野，没事，我不打野他反去呗。哈哈哈，反去呗，随便反。轮子背部按摩怎么样？如果就是找他打架，那就是这轮子的资本。你以为我跑不过他？哎呀妈，果然。能保留那份幽默感，以后再用。全军出击！先打个红。我最讨厌的生物。卢仙，我跟你说啊，就因为你这个举动，打野帮我放技能，最后还帮我 A， 兄弟，今天啊，这个下路我确定了。放心，今天这下路咱确定了啊。我从来都是一个别人对我好，我就对别人好的人，真的。我感觉这武器大师肯定得让人抓，你们觉得呢？好，咱先去插个眼儿的啊。嗯，挡！哎，帮他推个线儿啊。这武器大师可老舒服了。别挡道，看看河蟹有没有啊。河蟹既然有，下路蟹不能给他，这个双蟹不能给，这不能免费给他啊。靠，没成绩，可恶。难办了，小法师洗了，小法师洗了，你跟我在这秀啥呢？假装走一走来。
嗯，不好赶个呀。咱们还是继续来中啊，嗯，短好，我们往下走一波啊，我马上到，嗯，嘲讽度，坏啦。坏了，他们俩有加血。先来个布甲海。没事，再来一波卢仙，这都小问题。啊，这都是小问题。先把红打了，我们先往小龙放个眼儿啊，以防止他们家蛤子可能会偷龙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波去上半段河蟹，把蟹收了。哎，你看我说啥来着？小兔崽子，嗯，哎，小兔崽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搁这打龙？我来了，嗖！哟，啊，哎哎，嗯，撤。等一下啊，在这等他。看看能不能把他抢了啊！哎呀，差一内内。没事，死不了，小问题。掠食者，嗯，哎呀，刹车了，啊，蛤子居然有大，可恶的蛤子，降速了，主要是你知道吗？突然之间降速了。小法师要不要拦到底？
你要不要蓝的话就算了，就不给你了啊。你如果不要的话，行吧，既然你不要蓝，那我也就拉倒了。多好的去下路呢，没时间呢。算了，该去下了，确实该去下路了。中路是真的不好抓，我跟你们说，中路那小法师二了吧唧的，在这等啊。我天崩地裂，我靠！哎，武器大师有点猛啊！可以。该惩戒减速。下路怎么回事？挺狂啊，拉克斯。就杀到拉克斯了。哇哦！嘎的来，把这打了。你干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能放过你呀？你给我回来，咋的呀？你怎么的还给我干一下子呗？怎么的，想踢足球啊？还踢球？防御塔渡层即将崩落。既然他非得往上撞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这一个扣回好多血啊！打条小龙吧。这中路的泽拉斯不想活了是吧？是不想活了。怎么杀的？这东西，我就打条龙。回家咱来个炼金棍儿。如果我们想厉害一点，当然还是得要个小玩家，但我们吧，我就想当一个工具人。我就再来个白甲。
他玩你啊，这我肯定是忍不了，我看看谁敢重。哎呦，泽拉斯还敢出现，哎，你还敢在这儿出现，一个人兄弟，我给你顶着，我给你顶住啊，这我都给你顶着，来，嗯，我小陀螺闪现斗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勾引一手，来，给你勾引一手，火蓝火蓝火蓝，来一波，嗯，你挺狂啊你，嗯，我就想知道蛤蟆到底剩多少血，来，谁跟我说一下那蛤蟆到底剩多少血，砸死你，好像王八掠食者八个修复了，跑得没那么快了，兄弟们。Killing spree。我们来试一波啊，我看看跑得有没有那么快。先看看中路有没有人儿。Shut down。行吧，去他家看看，逛一逛去。这都挂机了。哎，没挂机，嗯，不行啊，这速度远没有以前快了，修复了，速度有点慢了。Rampage。速度慢了好多啊，修复了，跑得有点慢了，咦，谁还有心情搁这打石头人呢，差400块钱，嗯，哎，可以，我现在需要一波兵，别打扰我啊。这出门最多900多，1000多，哎，这波应该差不多，跑得挺快了啊，嗯，哎，这波还可以啊，我说实话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，这两倍掠食者确实还是差不少。